Google Play 大挑战邀请 Tom、阿迪争夺炉石战绩达人宝座。2月9号前，快上 Google Play 超值礼包限时优惠中。Google Play 想要邀请我挑战炉石战绩，如何用另类的牌组搭配打败炉石的世界冠军 Tom， 成为卡牌达人？大哥，你要知道，有了新的卡牌跟牌组，我的炉石实力就像是过去2年回绝想要认识我妹的人数一样，直线上升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全台湾有10个人，就有1个人订阅我吗？我刚好没订阅，可是我有订阅弟妹哦。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用实力来讲话。来看我用快攻 aggro 直接打你脸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其实我最强的其实是控制战，看我撑到最后一定会成为赢家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使出我最后的绝招，看我的恶魔猎人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 Google Play 看不下去了，发动启用规则。下一场战斗 Tom 每回合出牌需要答对阿迪出的英文单字考题才可以出牌。哦，总算可以赢了吧？ Little致命的，简单啦。Metamorphosis， 心灵控制，错。气牌，错。转圈圈，错。哦，耶！打败世界冠军了。单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告诉我啦！你得失心不要这么重啦。我跟 Tom 在炉石战绩等你来挑战。